国防部自106年起推动了新安专案，期盼为部队官兵打造一个舒适、温馨、有温度的服役环境，提升官兵留营意愿，并吸引优质人才加入国军行列。今年9月，陆军六军团更举行新安专案装甲54两旅跃翔楼落成启用典礼，由蔡英文总统亲自剪彩。这也是自新安专案推动以来第一栋落成的建案。过去几年来，政府积极推动国防革新工作，尤其蔡总统相当重视国军官兵生活品质及居住环境，而国防部为落实总统理念，全力执行新安专案的推动，以标准化设计改建老旧营舍，满足国军官兵实际需求。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湖口的营区主持陆军装甲第54两旅湖口三营区新建工程落成启用的典礼，这是我对国军的承诺的验收。部队可以说是官兵弟兄姐妹的第二个家，所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视察过很多的营区，很多的设施确实是相当的老旧，因此我要求国防部成立新安专案，不仅要加快脚步改善营舍，更要提高营舍的生活水准，让大家在辛苦的训练之后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，充分的休息，有回到家的感觉。我要让大家对国军营舍的印象改观，让大家觉得国家真的有在照顾我们的军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要让大家觉得从军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。确实有比较关心就是官兵的福利，尤其是最近的新的营舍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不管是对我们就是的环境的考量啊，还是对一些平常我们的日用品啊品质有所提升，都有蛮大的影响。新安专案让营区的整体居住品质提升，让官兵更能安心服役，尤其相较过去所居住的营舍，更能够感受到休息的感受。新宿舍为了要让大家有舒适的环境，以跃翔楼为例，新建寝室以2人与4人房为主，且室内有独立冷气空调与卫浴，让每名官士兵都有一床、一桌、一柜的空间，让他们有更好的休息空间，养足体力。官兵得以专注战训本务，也提升国军战力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每一间4人房都有2套卫浴设备，让官兵不必再为了盥洗如厕排队，大大提升了便利性。我觉得现在回到寝室就有一种家的感觉，半个柜子是一个人用，就我们空间很小，所以我们东西要一直叠，然后会没地方放。可是这边不会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东西多，你东西就算再多，你柜子够大，这边还有个抽屉，这边有抽屉，都可以放东西。我认为在部队就是有照顾有要求，就是相比以前我们的旧环境来说，现在的新环境带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上的享受，然后舒适的环境可以让我们身体就是也可以比较没有那么疲惫。我认为这是对训练上也是有相当程度的帮助。而新安专案的推动，除了让官兵有感，也让服役官兵的眷属感受到新安的力量。过去副职辈的从军回忆，多半在铁皮屋、上下铺等生活环境下度过，现在跃翔楼的舒适环境，除了让他们惊讶，更多是对于子女在这样环境下的放心。
今天亲眼来看到了之后，就觉得真的放心了很多，因为毕竟当年当兵不可能有现在我眼睛所看到的这些生活条件，那因为都是儿子放假回来跟我口述，我只是觉得有可能这么好吗？四个人一间房，然后整个是现代化的生活设施，那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他现在是属于我刚才看一下，就是一间有住四位官兵嘛，就是然后里面有浴室啊，有冷气，我觉得太好了，真的蛮舒服啦。而且那个浴室、厕所都是都还可以说你专属的这几个人在用而已啊。如果要是可以的话，我还愿意继续签下去做。改善生活设施，优化官兵照顾，为政府积极推动的重要政策。湖口营区悦翔楼整建案的完成，就是这项政策具体的成果展现，使得官兵弟兄姐妹们在训练上更能够投入，为守护国家安全尽最大的心力。